看见了吗？走一路武警护送，客警护送，走一路他们护一路，就说为了不让俺们回去，太他妈屌了。基本上走过人真多，太难了。好些行李都没拿，就带点吃。哎呀，太难了。尽量走一块啊。职工政府已经接手了，台经都在，台经今天都来了，政府已接手台经，台经都在，政府已接手宏大未来职工，宏大未来职工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是我今天拍到的，我把镜头放大一点，大家仔细看，相信这个眼力好的都已经看到了，没错，就是今天出跑出来了啊，跑出来了啊，然后。都说天城这有车，我拉皮箱拉到这皮箱，护轮子也给弄坏了，叫我坐那难。然后我到这了没有车，全部关我牌子，我脚座有桌口的关我牌子没有车。俺乡里打电话也是说没有车，如果你想回去，自己想办法回去。然后这个人拉着一直在跟你说，你要是不回去，一天能挣500，一个月能挣10000多。然后一直在这说，一直在这说。
大家都看一眼啊，这个福士康的，员工上班去了，然后回宿舍了，然后这东西全部都扔出来了，这东西全部都扔出来了，现在东西找不到，啊，这都是福士康办的事儿。看看看看，这每个宿舍都清的干干净净的，不管是上班的还是不上班的，全部都扔出来吧。这都是福士康办的事啊。防护服嘛，对他们穿的防护服，有的飘屏，有的都看不见，知道吧？人家工厂，人家别的工厂找我们，福士康到底有多少工人？三十多万吧，三十多万员工。这是在干啥呢？这是在去专利的吧？有可能我经历了这一次，有可能下次我都不会再来。现在点名了，开始点名了，我估计车马上都该来了。下面有信号车，有屏蔽信号的，大家都拆吧。现在我唯一的目的都是回家。